地球不爆炸，床我都不下。你要拿我跟猪比，猪都害怕。我们小汽车要回家喽。母后，我不想嫁给僵尸。哎呦，母后，我也不想嫁给僵尸。哎呦，哎，这不是贝尔公主和白雪公主吗？你们慌慌张张的跑这么快干什么？母后非要我们嫁给僵尸王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原来是这样呀，正好黄色小汽车和蓝色小汽车还没有回来。如果你们能变成他们的样子，你们的母后就找不到你们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变成小汽车呀？贝尔公主，你别着急，只要我来给你点这里的红红能量，你就可以变身了。我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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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白雪，你快看呀，我变成了蓝色小汽车，母后找不到我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也要变，我也要变。好的，白雪公主，你也别着急，我来给你点红红的能量，我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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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哎呀，不好，我红红的能量没有了。啊，那我是不是就变不了身了？母后会找到我的，她会把我嫁给僵尸的。白雪公主，别害怕，虽然我没有红红的能量了，但是小朋友们那里还有很多呢，只要他们愿意给你点这里的红红能量，你也可以变成小汽车的。我怎么等了半天也没有变呀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，不想帮助我呀？红红的能量就在这里，赶快动动你们的小手指帮我点一点，这样我就可以变成小汽车了，母后就找不到我了，我也不用嫁给僵尸了。快快快，红红的能量点起来呀。太好了，我变成了黄色小汽车，母后找不到我了。不是，白雪，你们跑哪去了？赶快给我出来。